Em bà ơi, con chị chú là. Yeah, 讀法蓮漢喔 你们自己我们自己也不大会做啊 他你看他讲我们讲我这么你这样差因为两分是很差的你看最差的最差的一分最差的他第二分啊我讲啊这么你丢到这样离谱人家最多三分吗他是两分小心一点点差一点点哦没有他是很差的很差就是说读读什么也没有这样好 然后跟我问他我讲哇你要是你我妈妈没有给他去补习有啦我就跟你讲老师他们爸爸妈妈是读大学的你知道吗对啊没有的话没有给他他们补习是最近啊然后他是老师来的吓死我了就是哦不知道啊然后他讲我们讲啊这个有拿到九十亿吗我讲 他讲啊，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是肯定会高的，但是五六年级啊就不能拿到了。他讲的，他讲，没有啦，是吗？如果他不对，就去别的姐姐了吗？对吗？不，对不对？没有啦。嗯，不要他飞了，弟弟多。他的妈妈、爸爸也是没有管他的事，还不是？有啊，管的离谱的。 他们两个，你不知道，他不是补习班的啊，他们也是有给他们的revision啊，他们的妈妈、爸爸又也给他们读读东西、做功课的，你知道吗？可是很奇怪，不是吗？不是，我也不知道，他讲很难啊。奇怪。嗯，就是我怕嘛，听了他们讲这样啊，我确实感觉令我早早给他们补习了。 只是我也不知道啊，如果你多读中啊，你都不用去哄阿爸的啊，多他讲，他讲300多啊，400，应该要400啊，400，然后啊，他们现在一天都是400块，400，然后啊，他们现在一天都是400块，啊，都300块钱啊，算啊，有时候还蛮多的，是给算算就可以慢慢的，一天400块，都300块了咯。 都400块，而且所有交学费都别除非啦、杂费啦，不是的。那半年一次吗？那个半年一次吗？半年一次。没有，每个月还交什么杂费的，有交杂费。交没有啦，交那个什么啦，有时候 aircon 啊什么啊。啊，aircon都150块哦，是。没有啦，他姐姐就讲没有150块。 他姐姐几块钱罢了，哇，那个电话都不知道。杂费啊，一千块啊，我一个月一个人就1000块对啊，放在下面啊。对，两个两千。像朱迪我就不知道啊，因为他姐姐讲没有这样贵啊，他姐姐没有到1000啊，他讲他去300多，然后不知道杂费啊，反正再加一。另外要读。
过另外是自身的个人。没有，如果你没有进八雷汉，你就不用去读中中啊。要进八雷汉啊，读中比较好哦，不用进嘛。他的女儿就是不用哦，啊，他的女儿就是不用哦，不用去读中中。把你钱快做贴他的碗。你不知道啊，我们父母就是骗他来玩的啊，骗小孩子啊，没有给他们比较有前途啊，有前途吗？可是真的还有不应该要给他，他就是最特别的一个。啊，就是读八雷汉哦，只是你读中就不用八雷汉。啊，可是你要另外读过啊，政府有恐慌症，不然。如果你要去读大学，能读大学读东啊、那个东马来西亚没有吧？没有，可是你要有也是要有钱出国，然后没有钱出国上课。没有，我的朋友有一个他台湾的sponsor大王。啊是啊，你要有钱出国，没有钱就上课，服务不用。肯定是有的，你们没有找到吧？嗯，应该是有的，因为全部地方也是有的，韩江也是有人读的嘛，韩江之城。就是沙。啊，这是不知道的啦，看这个的成绩怎么样，看这个成绩。不改哦，如果在这去那里都。嗯。要摘桃。嗯，没有啊，他做 boss 了，他做 boss 了。读太好了吧？嗯 ，OK 啦。老妹妹，谢谢这样 OK 吗？他的比较多女生还是多男生？他的学校啊，多女生，哦，我都没有去注意啊。没有，我老师没讲，没有老师没有跟你们讲啊，去老。我去听不了吗？讲到女生比较少，男生比较多，男生一般，女生八九个。哦，没有啦，因为你们去的时候，他是分数起来嘛，对吗？他没有，他就是他两个班罢了嘛，他们不会讲男女几多的，因为两个班20个，他们两个班40多个人罢了娘嘛。啊，这少人吧？41个人罢了，很少，对。讲啊，要订餐啊什么啦，啊，什么什么英镑的那个啊，啊，你们厂家多少钱多少钱啊？然后还有电脑，电流给他们去那个 STEM 班，没有 STEM 班是你要 free 吃的是吗？不是 STEM 班是啊，有电脑，computer electronic engineering。啊，很多钱。谢谢。对啊，没哥哥啊，你的班上有工。给他去加，给他去，然后有白冰灯的，有冰霜的，有海关做的啊，有书法写那个墨字的啊，这个是啊，没有。哇，很好哎，我没有哎，我什么也没有。60块吧，60块。嗯，我们这里没有。然后就免给他去哦。决定我不知道啊，就觉得。模仿工的样子。对啊。还有这样。我们要这样背起。好不好？
知道儿子人他回来看有功课吗？他说要自己做完功课的啦。不 OK 就要去儿子，要花一笔钱。如果不 OK 啊，不 OK 我下午来要回来教他啦，给他做啦。所以就加油，叫他们说。啊，对喽。只是他每一次 OK 啦，一年级、二年级他自己会做啦。看啦，星期看怎样？他们第一个星期要带书去嘛？不用讲，要一个礼拜啊，九天九天要画画，这样吧，两个。对呀、啊，教育部announce的吗？可是啊，那个教育部丽华讲不要管他，我不要吗？那不用，那不用。在讲书，可是还是校长修。我的，他们的学校没有校长啊。又来。你们是谁啊？你们啊，我的是。我们这不是大西格鲁哥，我们是啊，巴达斯莱。啊，大西格鲁哥没有讲说。没有，我们去的时候没有来。只是太多学生哦，太多学生。真的没有太多学生啊，这个不能啊，没有那个不能吃醋了。因为太多学生了，应该很多学生啊会比啊会厉害。那子林呢有机会的，因为子林是属于一个学生啊。开始做工了，开始。那个没有。他每天拜六都做工啊。赚很多钱了。他就做工作了，九点半都十点。可以了，赚了几千。还可以要做50个小时，要不要？要赚了几千了。你们就两个小时罢了吧，对吗，学校？90，90，大概3个小时。嗯、啊，腰都痛了。你不会买那个蜡的啊？蜡都不足，我感觉它把我碰碰。不会，你要那个来粘它的，准准的。真是笨哦。
还有大便，我冲水还有大便。
就不能。你要拿那个水来冲。这里怎么没有讲话？我不要讲话。我想让你画一张画。不要讲。汤也不要干。
吃完先，吃完就先，妈咪给你玩，来。Tame the dragon. Thank you.
can I tame the dragon? Oh, he defeated my...
Hey guys! Hey guys, I found it. Thank you.
Easy. Why so hard? See what kind of animal you're.